大家好，我是叫你小声，猜我现在正在哪里呢？现在它调转个方向给大家看一下，正在等待上船，现在正在徐闻港。我是昨天从贵阳就提前了2天的时间出发，为的就是错过国庆的这个高峰期啊，然后还是提前赶到了徐闻港，现在距离登船呢应该还有1个来小时。然后今天我们到达海口之后，直接到文昌去住宿。没想到吧，我的假期开始的这么快。然后一路呢，其实我也带了好几瓶酒，路上那个喝哈。一呢是自个喝，第二呢，如果是遇到我们的酒友朋友，如果刚好在海南嘛，如果刚好碰上了，那您这个得带个酒吧，不然您做这个职业的是不是有点丢人了呢？您看刚才我从我的这个车旁边伸手一拿，您看因为我这个位置是空的嘛，后边东西装满了，然后随手一拎就是一瓶摘要。然后这一次带了几款酒，带了我们的夜郎谷匠心，还带了一瓶2020年的茅台员工品鉴，还有一瓶塔记朋友送的，另外呢就是这一瓶摘要。然后这里呢先给朋友们分享一下此次的行程。那么海口直接到文昌住宿一天之后呢，从文昌到万宁住宿一天，万宁到陵水是2天，陵水是到三亚的亚龙湾是2天。哎，我这时间是6天的时间啊。然后昨晚是在南宁住了一夜，好吧。那如果有缘分呢，希望和朋友们在路上相会，咱们举杯共饮。最后呢，祝我们各位粉丝朋友中秋国庆节双节快乐。咱们公司呢从今天也开始放假了，不过呢每天都有2个人在店里边值班。说一下我们放假机制哈，每个人的假期是4天，我的特殊一些，我这个是8天的时间。好吧，如果要需要用酒的朋友，我们依然可以安排发货。好吧，朋友们，海南见哦。